OK， 过来，下一站。我来了，要帮什么忙？小姐姐，是这么回事儿，之前和松哥搭戏的女演员突然联系不上了，这个女孩呢是原来松哥泳队的师妹，当初也是松哥介绍她来的。停，想要说什么直说行不行？哎，就是希望你进军一下演艺界。不行不行，我哪会演啊？不用演，不用演。 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你真的愿意吗？本来我还想再给你一些时间的，等你真的接受了我，我们再谈几年小恋爱。 然后结婚，但是吧，你也知道，我一看到某些人，我就他妈的特别没有安全感，我怕我等不了了。别这样。听我说完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了，但我还想试试。 对不起，这么多年了，陈小希，你的眼光还是一样差。你不也是吗？哎，你再看看，这个钻这么大，你真不考虑考虑啊？ 真的挺大的，还能退吗？我问问看。你大明星哎，你喝酒你就来大排档啊？你不怕被别人拍照啊？你不会是想和我传什么绯闻吧？少废话行吗？我喝点。不行，我喝酒要被镜子发现了，我得睡厕所。 哎哎哎哎，怎么了？你这是啊？